到提香的 ASMR 频道。今天我想做一期关于冻干的 ASMR 视频，就是里面这些给宠物吃的冻干。前段时间有一位粉丝寄了一大箱冻干给我们家猫，已经七零八落的吃了不少，还剩下一些，我想拿它来拍视频。当然这非常考验我跟我们家猫的配合程度。我今天这里有准备四种冻干，其中一个是鹌鹑，先把它拿出来，待会再把我们家猫叫出来。它现在就在我的脚底下爬来爬去的。这就是鹌鹑的冻干，因为它们比较大只，我待会要用剪刀把它们剪成小块的，拿给我们家猫吃。它现在已经不大安分了，在我的脚底下钻来钻去的。但是如果一把它抱上来，它可能就会非常躁动不安，所以我打算先把它剪好了，再把它抱上来。觉得剪冻干的声音也是非常动听的。喵，你想吃吗？马上就好。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先把它抱上。它好像丢了一颗，然后去地上吃了。我们家猫有流浪的习惯，它是有一天突然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的，所以它可能至今都保留了一些流浪猫的一些习性，比如说整天都要去翻垃圾桶啊，或者是看见别人吃什么都特别嘴馋。
吃吗？是不是吃起来狼吞虎咽的？吃完了吗？他因为太着急，有时候边在剪，他就边把头凑过来了，所以导致他的胡子都被我们剪掉了好几根。所以他现在胡子都是不完整的。喵，这里还有。这里来吃，接下来这包冻干呢，是三文鱼，他也特别喜欢，他太胖了，挡住了。是因为三文鱼的鱼腥味特别重，据说猫喜欢吃带有腥味的东西，是因为这会让它们觉得比较新鲜，所以我每次都觉得猫的食物味道实在是太重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你怎么可以直接咬呢？喵，过来，猫，喵，这里，在这里。嘴馋的样子，我先剪一下啊、哦，剪完了你再来吃。很早以前的时候，他在眼巴巴地看着。很早以前的时候，我也放心地让他吃整只鹌鹑。哎，妈妈让你上来还不行吗？结果后来有一次，他居然吃吐了。我对他真的很绝望。
感觉他可能放弃不了流浪猫的那些习惯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后面就把这些东西都弄碎了再给他吃。那边还没有吃完哦，你怎么这么贪心？三文鱼也可以用掰的。把我的盘子舔下去了。喵！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。真是一只小馋猫。不要再舔出来了，盘子要掉了。来，到这里来，来，到这里来。上面看他会不会来舔。喵！猫的舌头上是有倒刺的，所以就像一把刷子。这里来吃，到这里来吃。吃的我桌子上到处都是。下面这包是冻干鸡小胸。
还没有拆开。下来了，吃吗？想吃吗？喵！不要蹭来蹭去了。我感觉他口水都要流下来，口水流在那袋子上面。这袋子上面都湿掉了，都是他的口水。这是塑料纸，不能吃了。你这样子，我怎么撕开吗？啊，给你掰一小块吧，一块太大了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我给你剪下来吗？给你撕下来吧。盘子里了，这样一绺一绺的撕下来给它吃。吃饱了吗？今天晚上吃了很多了。你要乖乖的，不能吃吐哦，否则我以后再也不喂你吃这些了。听到没有？来听。这里还有。然后这个是冻干鸡翅，
最后一包了。有时候觉得我们家猫特别幸福，妈妈你觉得呢？不要急了，你胡菜要不要了？地上还有一根呢，嗯，怎么可以这个姿势呢？这是冻干鸡脆骨，长这个样子。吃吗？它是不是咬不动了？那我来帮你剪开，我来帮你剪开。胡菜要不要了？那个也是一样，你先别吃了，来在这里。它好像确实有点硬，怪不得它咬不动。两边都一样啊。